永润广播电台，永润广播电台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大型系列广播剧《永润批发市场》。第一集，互联网务虚。孙穗呀！啊，主任啊，是我大海。哦，是大海呀，快进来吧。大海，你的刀砍得怎么样啊？老谭，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了，快说吧，组织有什么新任务啊？嗨，大海，你别着急，来来来，先坐。抽烟不抽烟啊？哎呦，谭总，谢天谢地啦！你要再给我抽，我又要回到那里去开刀喽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好，我们聊一聊聊。嗯，主任，嗯，最近厂里怎么样啊？嗯，收益怎么样啊？收益如何？哎，别提了，大海，今天找你来也是要谈一谈这件事情。嗯，怎么了，主任？啊，亏损了吗？你也知道，大环境不好，我们这种实体经济也跟着不好嘛。老谭，要不我们弄一点互联网经济来搞搞？我早就跟你说要转型了嘛。嘿，年轻人脑子就是灵光，我今天也就是找你来谈这个的。怎么啊，我们批发市场也要搞互联网微商了？微商？搞个屁的微商，微商的脑子倒是有点毛病。大海，我问你啊，你会不会做这个大数据营销啊？老谭，这个大数据营销和这个微商不就是一个东西吗？放屁，大数据可是最顶尖的这种科技，我告诉你，大海，要是搞好了大数据，你我可就不是现在这个鸟样子了。那主任，我们这个大数据你想怎么搞啊？大海，你别着急，大数据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你这个人啊就是太急躁了。我们可以先开个会讨论一下嘛。不，谭总，你这个就不对喽。搞大数据营销怎么能没点互联网的思维呢？大海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喽。大数据营销根本不和什么互联网搭边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诗歌？什么诗歌？那些水泥电线杆原来是河道里漂浮的一节节木头，你相信吗？鹰从来不飞到这里，尽管各式各样的兔皮帽子暴露在大街上，你相信吗？只有山羊在夜深人静成群的涌进城市，被霓虹灯染的花花绿绿，你相信吗？听过这首诗没有？太美了，确实。所以说，要搞大数据就必须学习一些艺术，艺术是人类的力量，是我们厂组织的光芒。你这心沉不下来，怎么搞大数据呢？嗯，有道理。这样吧，你去找一个人，买一瓶好酒，我们来开个会。老谭，你想搞瓶什么酒啊？你晓得的嘛，开过刀脑子都烧坏了。小点小点，还是上次那个会稽山国宴酒。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大型系列广播剧《永润批发市场》第一集，互联网务虚。